看二看我们新手司机开了1500公里的新手司机倒车哈，注意哦，眼睛不要眨哟，莫要打飘哦，看撑头哦。哪个位置啊？哦，哪个位置啊？那个位置应该好停噻。莫做声，看耳机盘子。莫做声，莫做声，应该有点悬，不得行。应该要往前面开点点儿。不得行，要过去两个道。你往前面吹点。哎，莫往那边吧。你不晓得过去啊？呵呵呵，莫着急，莫着急。要往右边打点，应该往那边再走点点。往那边走的话，那个脑壳有点磨不过。你看嘛，他要走磨不能过，哦，捏得得行，磨得过，磨得过，磨得过。站在外头行圈儿都要宽，但是他的盘子拿不进，可能看他拿来进哈，来得到慢慢来吧，看得了，专门给你设一下，得行，刚过到，刚过到，刚过到，过到啊，嗯，有进步，有进步了。可以，不错。哎呦，那边是有点挤，没事，挤一下就松了。我一会儿又回来往前面挤点，再倒过去。好了，好了，前头好了。麻烦了。后头有人喽，后头有人喽哈。后头一个人，回，还要回，还要回。应该那个位置还是好好大得很了。车身回正，基本上都要得了。还可以倒点点。好了，合格合格。两个班上也不嘛？可以毕业了。哦，两个班上也不？嗯，班上也不？基本上合格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我包包拿下来噻。包包拿下来咋做啊？等会儿。都放到这里噻。你看前面都没管出水。把边上拿出来了，装。